国破家何在？难容骄贵身。你俾满路折磨同埋糟蹋啫。崇祯忍痛手刃亲儿。原来系亡国公主，等我送你见崇祯啊！帝女忍泪偷生，身入龙潭虎穴，誓杀天帝报血仇。阿渊啊！昔日一段机缘，能否化解亡国之恨？皇上，臣等自愧不能康复社稷，现追随几张兵去引。廿年前，你独闯禁宫，想刺杀满洲皇帝，你都好大胆。原来你嘅真正身份系皇帝。干云志，一身去担成责任。